我不是去参加 Peter 的婚礼吗？他们有请乐队现场演奏，气氛还蛮温馨的。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请个 band 来表演，你觉得如何？听起来不错哎，你决定就好。哦。其实我好想到台湾拍婚纱办婚礼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，为了谢谢你的辛劳，婚前再以情侣的身份出国玩一趟吧。抵达饭店了吗？到了，不用担心，就开心的玩吧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成为如此幸福的男人。Surprise！ 妈，以后你的梦想都有我。